在现今经济放缓、网购盛行时代，地产专家大胆预测，国内早已经过剩的大型购物商场五年内将面临经营挑战，其中两成不敌竞争将结业。雪龙一带商场业者声明，营运艰巨，从装潢摆设、商品服务、营销宣传，再到市场地位精准规划，希望透过适时调整营运方针，熬过这一段关键时期。国内购物商场四处林立，购物中心协会数据显示，全国目前共有550间购物商场，尤其雪龙大型商场过剩，2022年更是会从现有7家翻倍增加到14家。虽然购物商场早已经成为现代人满足衣食住行和娱乐需求的一站式据点，但是如此庞大数量也凸显背后危机。房地产投资专家拿督斯里仲水星早前预告，国内一半购物商场未来五年将面对经营挑战，其中有两成在两年内存有关门大吉风险。专家耳提面命，不过雪龙一带的商场业者抱持不一样的看法。他们可能是在早几年前或是已经在 planning 了，2016和2017是经济放慢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大经济的环境造成的，所以但是在我们的 culture， 我们马来西亚的 culture 呢，购物中心已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市场是有点软弱下来，但是也不至于28线的那个商场呢会关闭。我们相信啊，在这个软慢下来的市场呢，每个商场呢他们都会做调整来适应目前的那个经济状况。尽管业者信心满满，但是经营困难是不争事实，尤其网购无疑重创了实体销售，而各大商场施展浑身解数应对挑战。全球第四大的八达岭在野万达广场选择从善如流，正在架设购物网站，囊括700间店铺商品，实体网络销售一把抓。我们不可以站在一个脚步，我们必须要有带进新的概念来给我们的顾客，给我们的市场一个新的冲击。除了顾客可以来到我们的万达广场，直接可以体验到他们要看到的东西，然后我们也可以在网上你可以网购。至于吉隆坡30年历史、经历关闭整修、冠新名重新出发的双威太子广场，则透过市场调查和多媒体互动，研究购物者喜好，引进国内外知名牌子，以精准的定位锁定中上阶层顾客群。时钟呢，商场呢，我们是讲 experiential， 是讲一个体验感，那个五官 five senses 五官的体验感，这些都不是 online 能够取代的。商海波谲云涌，经商之道也绝非独尊一门，顺流或逆流总有可取方案，只要抓准商机，发掘自身独有特色，在同业中异军突起，雄霸一方，并非南柯一梦。八度空间实习记者黄国强采访报道。